咁社會上咧最近就紛爭不斷啦，無論係八十後反高鐵事件、校園驗毒計劃，以及大大小小唔同嘅新聞咧，都有一個共同嘅特點，就係顯示出社會各界人士嘅溝通不足。咁有調查顯示，普遍僱主認為青年人嘅特質就係創新嘅、有活力嘅，但係就較為自我中心，缺乏溝通技巧，往往咧就喺工作上以至生活上都會出現咗問題。Anita， 咁我哋咧趁住活动完结咧，即刻就捉住咗阿卡卡。今日我哋嘅活动司仪咧，就等佢接受一下访问先。咁卡卡，我哋今日咧就即系有机会咧做到职场三十六计呢一个司仪嘅活动啦。咁想问下你有咩感想？即系你有咩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？有冇啲你自己觉得哇好意料之外，即系谂唔到今日个活动系咁嘅地方，可以同大家讲下咧？我自己其實曾經嚟過呢個場地嘅，去參加一個講座，咁所以就冇對場地上有啲咩驚喜。但係可能觀眾嘅數目上咧，比我想象中就冇咁多，咁所以可能有啲特別嘅位置，譬如影合照，點樣令到張合照靚啲咧？咁我哋要請啲嘉賓咧，就係要坐埋喺中間位置啊，後面又坐翻上嚟。咁呢個其實我係需要統籌去提我先做。咁但係其實我作為一個司儀，係應該自己去處理啦，自己留意到嘅，咁呢樣係我自己學到嘅嘢咯。係，其實我都見到，因為要即係影一張大合照咧，其實都幾考師爺技巧，點樣將啲人群集中，令到個攝影師咧可以用一個好好嘅角度去影啦。咁啊，卡卡今日即係絕對會做到嘅。咁但係另外都留意到今日個流程裏邊咧，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，同埋卡卡都即係拿捏得幾好嘅地方，就係咧佢要訪問，即係台下嘉賓唔係台下觀眾就有機會訪問今日兩位應該提 提問係啦，向兩位講者提問嘅。咁卡卡咧，因為其實現場香港一般嘅觀眾咧都比較少反應嘅，咁所以卡卡都做咗啲嘢，不如等佢自己就講下佢頭先做咗啲乜嘢啦。其實都要預咗要做嘅，就係咧驚到時冇人問問題，或者佢哋需要多啲時間去諗下問啲咩問題啦，啲觀眾。咁所以作為司儀都會諗定一兩條問題啦，必要時冇人問，或者我嚟拖時間，自己都會問翻一兩條有關今日講座嘅內容嘅問題咯。係啦，咁我頭先都見到啦，咁因為真係台下係冇人，所以即係卡卡咧就好犀利，咁一早諗定咗問題，咁令到兩位其實都需要令到兩位講者冇咁尷尬咯。咁我諗呢個係我哋司儀即係一定要留意嘅地方咯。咁另外你即係自己啦，有冇啲咩心得？因為其實之前你較早前又參加咗司儀比賽都攞到獎啦，咁有啲咩心得去同我哋即係其他義工去分享一下？即係做司儀嘅時候有啲咩可以預備多啲啊，拿捏得好啲咧？其實我覺得咧，基本嘅技巧咧，好多人都識嘅，咁但係最主要係經驗咯。所以其實我都係盡量揾多啲機會俾自己去搭台板啦，盡量去試啦。咁其實唔單止係幕前司儀呢個位噶，好似今日我哋好多司都嘅朋友咧，都會擔當可能統籌角色、攝影啊、花絮司儀。其實呢一個每一個崗位都會學到好多嘢咯。咁所以我覺得盡量就係揾多啲機會去試有關舞台嘅工作，都會對司儀係有幫助嘅。咁我靜靜雞要問下。今日的提倡啊 ，Kenny 哥哥咧同你的合作温得好唔好？即系大家合作得好唔好咧？哇，佢冇得頂啊！佢真係，其實好多嘢都係佢提我嘅，係啊。咁所以可能我自己心中都會諗好要做嘅嘢，譬如你話預備問題問嘉賓啊等等嗰啲。但係有時你忙起上嚟咧，或者個 rundown 有改動咧，你啲司儀係哇不停改嚟改去，又要預備司儀稿等等。咁有時會唔記得咗嘅，咁啊靠我哋嘅提倡咧去幫個司儀咯。咁所以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個效果唔錯咧，佢係好大功勞噶，都係啊。當然仲有大師姐啊，咁多位一齊幫手啦。好，咁多謝曬卡卡喺度接受我哋訪問。